知道了结婚成功的场景，第一时间会告诉你。那我怎么办？一切都错了。办什么办？我没有办。查我怎么？能查出什么？钱我一分钱没拿，让他们查呀！你怕什么？这个计划不行，我还有下一个计划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能够阻止我向秦家复仇，懂吗？请问还要被抽九八吗？看能到了不？不，那就抽吧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正好后面表演就正好是自然的。三、二、一。知道结婚成功来查你，第一时间过来告诉你，让你们离开险境。